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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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
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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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
我们新校林，尤其是我们老朋友来，我们这个自己家乡人回来，我们肯定要给你布置点任务。所以说自己家乡人是不是那个就是特别轻松 ？No， 自己家乡人来，我们会下手更狠。但是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来让你管理这个咖啡厅，你来当店长怎么样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给你安排其他的任务哦。第一，就是你要确保营业额，你当店长的这一个小时的营业额是300块钱。啊，才300块钱啊！妈呀，一杯咖啡才20多呢！太简单了。哇，好大的口气，300块钱！但是你知道，我们的咖啡厅还要正常的营业，所以我只有这一个卡座和这一个卡座是交给你来经营的。对，那300块钱不太简单。你看看，那我们第二个要求就是，因为你的人气现在很高啊，可能有很多我们的客人会认出你，利用自己的明星效应。我想跟你说 ，no。好吧。来，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助手。啊。琳琳，我们的琳琳在哪里？来，我特意给你安排一个小美女。琳琳，你这样给我们的新店长来说一下我们店里的菜价吧。那我要最贵的。至尊经典披萨78。至尊经典对78。还有继续，咖啡里边好多东西吧。贵的告诉我，那个贵。牛排。牛排多少钱？鹅肝肥类牛排是186。太棒了，就这个了。好，你就鹅肝肥类牛排是吗？对。这样，我们给新店长捋捋，你迅速的说一遍你所知道的菜价都是多少？对对对。来，3、2、1。四大披萨是48，然后进口香肠披萨是38，然后。至尊经典披萨78，然后西冷牛排是108，然后剔骨牛排是128。我看出来 BB 的眼神已经迷茫了。等一下。我那个他不是派给我的助手吗？所以说一会儿他是不是也要陪我一起啊？那你就看你新店长有没有魅力了，人家也有自己安排的自己的。所以说我也可以召唤他，对吗？那你问他愿不愿意？我可以在困难的时候召唤你吗？米米，这个就是发现真正的朋友只有小黑一个人呢。太好，恭喜你，祝你幸福。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特别帅气的店长服装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吧。怎么那么没有底气？好。好，加油，米米，看你的了。是鹅肝肋骨牛排还是是吗？是肋骨吗？肋骨啊。肋。